今次事件我覺得自己做得好錯好錯啦，個行為亦都係極不恰當。咁我覺得一定會對各位職員咧造成好大嘅壓力，好大嘅困擾。咁亦都係我嘅行為令到公眾係好失望。咁所以咧，我喺呢度咧向各位職員同埋向公眾咧係道歉。今次嘅錯誤咧，係我許智峯自己一個人嘅錯誤。我會翻去好好深刻咁樣去反省今次嘅錯誤。咁我亦都係為咗對我身邊影響到佢哋、連累到佢哋嘅人咧，係感到非常之抱歉。紀律委員會在21天之內就要展開相關的工作，它可以有個選項，當然亦都包括剛才我講咗，係包括咗係覺得如果事態好嚴重的時候，它有權咧係去提出覺得係要革除黨籍的一個係懲處嘅。你唔咁樣啦，真係搶嘢啊！你可以咁樣嘅喎，你冇。